南将军区林阿寮的班级花正在大开，加上这个红菜头嘛在大出，公所特别规划着在地观光，邀请大家来看花，来挖这个红菜头。那是讲到班级花咯，除了白花林车边，伫咧将军区的林阿寮，冒一条真水的班级花路。即马到开花时间，当地班级花嘛开始开个真暗，加上即马是将军区真正大出，公司嘛特别规划一场三个活动，叫人来摆摊含规划万菜头的体验，和平将度过一个亲子假期。还有我们的游戏区，还有很多活动啦吼。活动迄天，市长黄伟泰冒来，除了含民众交流，毛体活动抽出大奖。哦，都有十几年了，但是呢，现在看起来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景点。班级会会期会继续开到三月底，除了来将军区看班级会，民众买单去客家欣赏一重红，体验无同款花草的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